大热的天，烙饼是最热的，要一直站在火炉边。奶奶的教导真是神了，这些饼一共用20分钟，而且不用一张一张的煎，闯一下就开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如果单张烙，要烙一个上午。今天我们用九层塔，阳台上九层塔都老了，看外面的天气好好，山边的云好漂亮。九层塔清洗干净，切成碎末，越细越好，直接放在面粉里。这里注意哦，先要搅拌一下，让九层塔都裹上面粉，然后再加这5克盐，千万不要程序混乱哦。再加上15克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蛋带着皮60克，完全搅拌融合在面粉里，加上4克酵母就好。粉丝朋友留言问我酵母什么牌子，这个牌子一包用1年，要放冷冻哦。酵母用完了要重新买了。这里我用了350克水，因为前面加了一个鸡蛋，大约60克。这个水和面粉的比例，这是根据台湾的气候湿度而定。如果美国、澳洲，可以适当的上下差10克水。面团揉好，冬吃。需要2片构树叶子，你看这些叶子疯长，要上到我的窗台上来了。构树有很好净化空气的作用，如果在房子边，千万不要切掉，先需要2片叶子就好。洗一下，甩干水分，直接铺在蒸笼里就好。面松弛了5分钟，今天室内温度是28度。我再说一遍，现在的气候，面团千万不要发起来。如果你发起来排气不干净，你做馒头、做包子、做饼都很麻烦。或者是你有时间，你不要松弛的5分钟，你就一直揉一直揉就好。拿到面板上来揉光滑，切成4块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可以减半，每一块都揉一遍。我刚才说为什么要先放九层塔后放盐，这个道理我讲给大家听。如果盐碰到了九层塔，九层塔就会不断的出水，在你的馒头发酵过程中，九层塔还在出水，沾到水馒头就会塌陷，就是失败的原因。我今天切的面剂的大小是40克，因为我的蒸笼刚好就是这么大。擀饼有个技巧，先像擀饺子皮一样擀薄，然后这样转着圈往外擀就好了，非常容易擀。如果你不会这个动作，你就用传统的擀面杖来擀成薄薄的就好。我擀的比饺子皮还薄一点。为什么今天只用4克酵母？其实这样的饼可以不用酵母，但是加了酵母，蒸熟了凉了也会很软。第一层直接放上，不用抹油，要放第二个之前就要抹油。抹油最重要的要注意，就是饼的边边一定要抹上，如果饼的边边你不涂抹均匀，到时候就揭不开，这是很重要。这一层油不需要多，只要涂抹均匀，就是起到不粘的作用。但是如果你有像小米粒那么大的地方没有涂到油，也会给你粘破，这是要注意的地方。这个饼不能装满，装到蒸笼的一半就好，因为有酵母会发酵，会增高。你没有构树叶子，就铺蒸笼纸就好，这样也很方便。这个饼要注意的就是油一定要涂洒到边边。好了，盖上盖，发酵15到20分。趁着发酵时间，大家看小万万今天吃什么。我撒的小米种子出了几颗小米，哎，突然看见小米长出米穗来了，我就拔上来了。十万先吃我的秋葵，十万是什么都吃，这一颗是草种子，它也吃。今天没有给他们构树叶子吃，只吃清香小米还有草种子。发酵20分钟，我就冷水上锅，一共蒸了20分钟，就关火了，开开小缝，散散热气。你看，本来是半蒸笼，现在刚好满上来，所以
装蒸笼的时候一定装一半就好。你看，很烫很烫，很轻松的就拿起来，一点都不粘黏。告诉大家秘密，就是我们磨好了油，直接把饼铺在上面，没有按压，所以很好接。稍微凉一下，可以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这样闯来闯去，这样一闯完全松开，就不用一张一张的接，这样拿起来也很方便。一张一张的接，不小心还会撕破。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，真是分分钟就全部松开。这个秘密在哪里？你也会看到有的人教，把所有的饼都抹上油，放在面板上再压再按，因为它没有技术感的这样薄，但是蒸出来撕的时候就会撕破。这样做一个都没有破的，而且还非常的漂亮，厚薄都很均匀，因为我们没有再压，如果压了就厚薄不一定均匀。如果有技术能把饼擀得薄薄的，没有人再用压的。那你看我也抹上油，我不再压，还是薄薄的。你看擀出来的厚度，熟了还是这个厚度，薄薄的软软的。现在我们就来卷饼吃，这是甜面酱。不一定非要卷烤鸭，可以卷菜，可以卷鱼，什么都可以卷。你家里有什么都可以卷。这是加上的姜丝，加一点胡椒盐，加上两片烤鸭。发面饼跟冷水面饼完全不同性质，发面饼凉了也不硬，冷水面饼凉了就硬硬的。而且这样的饼到晚餐吃都不用再加热，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得动，软软的。如果一餐吃不完，早上起来电锅不用加水，打开保温，你就可以出去运动，回来温温的就可以吃了，不需要再加水再蒸一遍。因为这个饼很薄，只是加温软化一下，吃起来非常的方便。你看今天只用了20分钟就蒸出了这么一摞饼，如果用烙的一个上午都烙不完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这个很简单，希望大家赶快试试看，做一次吃好几天。喜欢万万的可以继续看。十万啊，那个秋葵就那么好吃？昨天他把一个秋葵拧的只剩下1/3，今天我拿上来就让他先玩。你看他就是太神奇了，什么都想看。今天在下面采了一个清香，采了一个小米，采了一个草的种子，就这三种就够他吃一个上午。哎呦，你小心把你自己扣到里面去，快去叫2万去。哎呦，10万，你这样打招呼，你怎么又拧一下2万？哎呀，你这被打，10万，你就是要被打，你再敢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10万真的被我宠坏了，你看，咬着我的手指头都不撒手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吃。2万真没劲，不吃拉倒。妈娘喂，吓我一跳，我自己吃。2万，你最乖了。好了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